九泉下一当民目了亡。焦桂英少夫人，莫佩服你的好眼力呀。焦桂英我算人眼里去中臣服，选得的陈龙哦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相公拂过琼林眼了啊。拂过琼林眼了哦，向着琼林眼上300多位新科进士，哪一个比得上我们状元公？人品出众，文采风流，真是状元公春风得意之事。那是自然。阿相公拜过宗师老大人了吗？拜过了。哦，啊，王忠，你到宗师是哪一位呀？是哪一位呀？就是当朝首相韩军韩老大人。哎呀呀，相公满腹经纶，有得思想提携，从此青云之上，指日可待呀。啊啊啊！万有一桩天大的喜事啊！哦，什么喜事啊？这，哦，少时再讲。我还有一封紧要的书信要写。哦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公。你是与少夫人写信报喜吧？啊，是啊，他是早也盼晚也盼，只盼相公高阔得重啊。哎，你说的特高兴了，你去奉300两纹银钱来。哦，是是是，此一发
对呀，像那焦桂英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况且夫妻三载，倘若这封书信送到那焦桂英手中，她乃是个烈性女子，万一自寻短见，这。什么？你岂有其事？如果有爱情报复，这功名富贵，岂不要化为灰烟？不，这。像那焦桂英既身轻柔，多为妓女，怎能为此消失自寻短见？哦，不会的呀，不会的。相公，三百两纹银取来了。哦，放在案桌之上。哦，相公，将书信交付老奴，我岂可启程？一件小事，何用你老人家亲自前去？哎，银吉夫人怎么说是小事啊？府中少不得你。我领差人去也就是了。府中都是新人，此去来养人的生疏，况且夫人一路而来，老奴从旁照看要方便得多啊。不必多言，唤张骞前来。是。哦，中了状元了啊。
小人张骞参见状元公。罢了。不知状元公传唤有何吩咐？只有诗信一封，问您三百两，差你送往南阳。是。慢。速去速回，不准片刻停留。小人遵命。小哥哥，哎呦，老人家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好，请坐，好，请坐，带上他路上好用啊！哎呦，老人家，您可想得真周到啊！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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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人家，啊，这信封之上写着焦桂英，她好像是个女人的名字，她是亲生些。他就是我们状元夫人啊。哎呦，我该死该死，我可不知道他就是我家状元夫人呢、啊、老人家恕罪恕罪呀、啊、不知臣不怪罪。哎哎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老人家啊，他既然是我家状元夫人，怎么咱们状元公不曾对我提起这迎接二字了啊？书信里面有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书信里都写着呢。哎，好好好，甘露吧。哎，好。你去过莱阳城无忧啊？哎呦，我还真没去过。真格的，这莱阳城的铭刻像它在哪儿啊？你问着了啊。我猜您准知道它到底在哪儿。你进了莱阳东大关。进了莱阳东大关不到一里之遥，建一座高大的牌坊。不到一里之遥，建一座高大的牌坊，气势大得很呐、啊！上写四国金子，威临县河。哎，这不是一座城隍庙吗？是城隍庙啊！咱们状元夫人就住在这城隍庙里头。哎，还不曾到呢。哦，还没到呢，那么我再往前走。再往前走错了啊。那要往哪儿走啊？要往左面拐。哦，要往左面拐，走进一条小巷儿。哦，一条小巷儿，这就是铭刻巷啊。这就到了。哎，巷子里面第三家有一个小小的门墙。哦，咱们状元夫人就住在这小小的门墙里头。对，门墙上面还挂着。挂着什么呀？您说呀，说呀。走。哎哎，走走走。这老人家，你怎么回事？小哥，事到今，我不得不对你实说了。这有什么呀？您尽管直说。但是一件。哪一件？你要守口如瓶。老人家，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可对天明誓啊。你也会明誓啊？我常常明誓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哎哎，你道这是什么所在？乃是一座勾栏曲院啊。是妓院？亲身些。我家状元夫人原是名门之女、哦、只因老夫在客中亡故，这才卖身葬服，生于青楼。他是从不接什么走马王孙，后来
后来又怎么样了？您说呀。哦，您又不放心我了，我再对天明誓。不用了。后来与我家相公成为夫妇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老人家，后来又怎么样了？他们夫妻是分的恩爱呀。哦，患难夫妻理当是恩恩爱爱吧。是啊，我家相公立下誓愿，若是不取得功名，会报答夫人患难相救之恩呐。对，对对对，这做人嘛，就得要有志气，就得要讲良心嘛。哎，谁知好事多磨。哦，后来又怎么样了？我家相公身染重病，亏得夫人尽心服侍，后来变卖衣衫，打发相公进京赶考，此夕一举成名，高榜得中啊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这投名状元还是我家夫人挣来的呢。此话怎讲？老人家您想啊，要是没有夫人，咱们状元老爷连性命都不保，他还能中状元吗？说的是啊。哎，书信带好啊。哎，这封万金家书我是得小心着带着。你见了我家状元夫人要多拜他几拜呀。这样好的夫人一定要多拜他几拜。夫人看完了书信一定是欢天喜地，随你进京，叫过拜托你心传佛祖，我真心积攒可以了，接近小心也速，都要留心，倘若是人少夫人好人精神，你就说状元喜剧要问我照应不能够情深，把夫人你就说我家请放心，张骞都记下了。好，这就走了。好好好好好。速去速回。哦，我知道喽。
清楚了。哎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是这是相府拆了门馆前来迎接新贵人，这是管家王忠。哦，老人家，奉着相国之命来此迎接新姑老爷。今堂上无客，你们家的新姑老爷不在这里呀。哦，您还不知道啊？不晓得。你们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。你弄错了吧？弄错？哎，停！老人家，这里是王魁王状元府吗？哎呀，这就没错。活人为媒，白行俭白大人为媒，鸡食晚婚。哎呀，明日黄道吉日就在相府成亲，我家相公有了夫人了啊。对呀，你们家状元公与相府小姐配成夫妇，自然有夫人呢、啊。难道是相府千金甘居其位？什么七位八位的？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我是奉命前来迎接，我这里有全帖一张，劳您快快禀报，我在那边等着呢啊。晴天霹雳一声震，浑身闪烁两眼昏，相公着实心肠狠，带着光灯。方才在虚妄之中，他的一脸绿之物神色不整，莫要不到来阳，他偏要趁张骞前去，即使迎接焦氏夫人，就不该领取相府千金，即使领取相府千金，为什么又要去迎接焦氏夫人？难道是这封书信之中有什么变端不成？狡猾得很呐、啊！相府差人前来迎接新姑老爷，今日晚婚。哦，来人还是些什么？有全帖一张。相公，新姑老爷是哪一位呀？曾对你言道，有一桩天大的喜事吗？如此说来，这新姑老爷就是我啊！啊！
来就是你，你忘了交归阴，在雪里相救，清风汤涌，钗环点睛，深夜伴着你。相公，你作曲此诗，大大的是了之意料啊！你家相公少年得志，今天斩魁，当朝宰相今日垂青，才与我结为千金之好。此后青云得路提拔有人，怎说是失了之意了也？莱阳还有焦氏夫人，这相府千金怎样的安排？我不是安排好了么？难道是相府千金甘居且位？堂堂相府千金，岂能甘居且位？是啊，张天一去莱阳迎接焦氏夫人，你怎样的发落啊？你说的是那焦桂英？是啊，他是不会来了。家书一封，纹银300两，怎说他不回前来？我写的乃是一封休书。怎么讲？一封休书。张骞赶回，妈，到哪里去？将张骞赶回。张骞走远，你赶不上了。我去见白大人。去见白大人何事？来人是白大人，我对他去讲，我们相公有了夫人，求他回绝这门亲事。妈，我既答应，岂能失信？失信？你既不肯失信于韩湘，为什么偏偏要失信于恩高义厚的焦桂英？相公啊！Thank you.
隔断琴弦望相逢，三世相心回转思前相后才选。去之时想想是有好处的呀，你可记得在南浦分别之时你们的善命还是么？啊，还是庙里的话你对我在庙外收拾行装，你们庙里的话我是句句听的。
是王魁不义，实是鬼影民暴。好，其实青楼不明女不该当初为婚，过去是逢场作戏，如今是换我的前程，不看你捏脉，定将你这奴才赶出府门。随了你不知吃了多少的苦楚，苦来苦去，今天苦去你这样一个状元来。可记得三年前落地取经的时节吗？在中途上你身染重病，天降大雪，倒卧在路旁，看看我们就要困穷而死，谁想绝处逢生来了一个喏，就是你讲的那个妓女。好一个仁慈的焦桂英啊，将你救回院中，亲奉汤药，严以调治，他是百般的维护，此夕你病体痊愈，起死回生。你他见你品貌清秀，文质彬彬，他不顾保姆责骂，姐妹们的讪笑，与你成为夫妇，甚贵繁毒，彻夜不眠，他指望你出人头地，他也好扬眉吐气，谁知你刚刚得中就忘了根本。你还要口口声声妓女奴才，你想想一想，当年你倒卧在风雪之中，没有那个妓女，我这个奴才，你早就生长沟渠，死于非命，你还能中状元吗？啊！你这老奴才啊！你你还骂我奴才？我认识奴才。我的心不是奴才，不要看你戴乌纱插宫花，衣冠楚楚，你的心却是奴才。穿上到相府做奴才。